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，我是梅七柳姨，期待今天能够得到发财。走，那我们来出发吧。准备一下这个灯塔的皮下条，看看能不能钓到发财哦。准备下竿，继续挂上红绳下竿哦。红绳我们给它稍微挂多一点，挂的多目标性比较大。看下红杆就来了，看来还是挺快的啊、哦！来了个小声钓，好善良的小声钓啊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今天这条肯定打，肯定打啊、哦！黄钓啊，是黄钓吗？哇，这条应该起码有两三斤吧，最少两三斤吧。有。哇，这个收竿够十几哦！哇，你看，看看这个鱼竿的幅度，哎哎，小心小心，哇，大黑钓，黑钓。哇，看来今天果然要大发财呀！哇，这条可以啊，起码三十斤。嗯，两个脚差不多，应该有个三斤半以上吧？有。哇，看来今天可以的选手啊，这大鱼还挺凶的啊，应该四五两吧，四五两应该有，应该四五两。上来了啊！我说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横钓，横钓，不是横钓。兄弟，来两把刀。刚来了一条那么大，我现在钓什么小的都没感觉了啊！头一条吗？几个了？哦，那连个竿什么都不吃，就一只连个竿又来口了吗？又吃了，又吃了，有没有？有，你看，好，哦，这次这里吃，哦，来了吗？来了吗？中了哦，大不大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别急，别急，哇！哦，他跑掉了，喂，不开玩笑，他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喂，那边，他跑掉了，一条一百多，还不错啊，比那条一斤多的黑钓，看来今天果然发财的选手，又来口了啊，来了吗？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哦，慢慢，大不大？这个不大，这个不大啊，可以啊，多钱钓？啊啊，谁几十秒？对呀、啊，这个还可以。你也来兄弟，看来你也来小的啊、哦。我身材比你大。身材比我大。对呀、啊。四两左右的。有，还行。我怎么什么情况？又是小的，啊？看来今天小的跟我有缘啊。人品不行啊。又是小黄钓，你来都是来两斤、三四斤的。我来都是来二三年、四五年的，什么情况啊？没事，游就好，游就好。我们要求不高，有口就好，有口就好啊。估计应该小的，来了吗？来了啊，来了，小的吧？还可以，什么又还可以？哦，有个一斤吧？抄完吧，抄完吧。不用抄我，你都不用抄我吗？来抄我干嘛？大家跑点，我跟你说。肯定。嗯，这条肯定打吗？我一直在发。直接冲上来的。啊！我不敢说，我一说他，我不知道是什么鱼，可能不是黑鱼，可能不是黑鱼，但是乌头。不是乌头，乌、啊、头它会乱跑，它也会跑来跑去。哇！溜得我手酸呀！上来！哇！发财了，你看你的。这条可能比你还有大，还有大。看他今天果然一心爆棚啊！你看，哦，看我们这个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、啊。哇，你看，这条可能有个五斤吧。哇，这条多大？怎么样？比你脸都大。一条都饱了。哇，你看，你才一条，一条都爆上了，一条，你看，我都三条了。我这里这条比你那条大，你看，我这条比你这条大啊、哦！大黑条连起来，我们钓了好几条，两条了。兄弟啊，要不然就不钓了。这个时候流水也变大，咱们钓的这条一够发财了，够发财，够了，不钓了，走，回家。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钓过什么的？五斤的黑大黑钓，不钓，走，收竿。走，回家卖大钱啊！看来钓鱼还是能发财啊、哦。